天的大德、法师、各位同参道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静雅佛音。我是静雅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感恩佛菩萨的加持，让我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佛法。大家都知道冤亲债主和冤亲债主病到底是怎么来的，都是我们前世所杀的、所害的、所欠的，所以这一世呢，来给我们讨债讨命的。今天就给大家聊一聊，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让真正的冤亲债主得到解脱。化解冤亲债主有两种方式，第一种就是靠世间的善事，就是要积德行善。积德行善首先要做到孝顺父母，所谓的百善孝为先，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就有善神的保护，冤亲债主不敢来报复你。另一种，像我们学佛人、皈依受戒的人，常做布施，心存善意，为他人设想，这样也有善神的保护，冤亲债主很难靠近你，所以他也不能来报复你。不过这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，冤亲债主也只是暂时的不来报复我们，但经过几世的转世和投胎以后，如果我们在哪一世又没有念佛，又没有做好事，你不积德行善的话，你就没有福报了。所以有福报的人，基本上这个冤亲债主是靠近不了他的。所以你当你没有福报的时候，就没有善神的保护了，宿世的冤亲债主就会利用这个机会来报复你，找你算账，就会使你的命运越来越衰，身体越来越不好。不过这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，冤亲债主只是暂时不敢来报复了。化解冤债唯一的办法就是念佛最究竟。慧净上人呢，曾经给我们开示说，在佛法的功德当中，最简单、最殊胜的就是念佛。一个人就算不识字，不能诵其他的经咒，也没有时间跟体力去朝山拜忏，但他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。这个方法简单容易，大家都能做得到，尤其是这种功德超越诵经拜忏参禅悟道的功德。如果时常念佛，不止生生世世的业障能够化解，也可以使我们彻彻底底离开三界六道的轮回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成佛。到那个时候就能显化十方世界，包括生生世世的祖先、亲人、冤亲债主或者其他任何的众生，我们都有能力用爱心去超度他们。论我们的生生世世以来所造杀的蜈蚣、毒蛇、种种猛兽的业，冤亲债主的业非常的之多，因为我们愚痴，不懂得吃素、护生，从小到大不知杀害了多少蚂蚁、蚊虫，甚至害死老鼠、蛇，不论是小昆虫还是大动物，一世所结的怨太多了，何况是累世累劫所造的杀业，就不计其数了。专念弥陀，具足万善，如果靠我们的行善积德要想来化解偿还这种业，是绝对不可能的。靠自己修持佛法的功德来化解偿还也是不可能的。那要怎么办呢？就是靠南无阿弥陀佛，
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万德洪名，具足所有的善行功德，而且多到不可思议，无量无边。我们只要专念南无阿弥陀佛，生生世世的业障都能偿还，转重报为轻报，转未来报为现世报，甚至完全化解。佛号有阿弥陀佛的大慈悲、大愿力、大功德在里面，所以这句佛号不只是个声音或几个白纸黑字而已，这句佛号是活灵灵、活跳跳，有佛的眼睛、耳朵、心肝，所以我们念这句佛号，阿弥陀佛时时就会听到，应声而现，保护我们，增加我们的功德，消除我们的业障。念佛要像善导大师所说的那样，念念不舍，不管什么时间、地点，或是做什么事情，只要你行住坐卧，都要念佛，念一句有一句的功德，绝不会白费。念佛不但不必费精神，也不需要花特别的时间。如果起心动念都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妄想杂念会减少。所以如果我们的起心动念都是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话，妄想杂念你自然而然的就减少了，你的烦恼也就减轻了，身心自然的就清安了，你的身体的病痛也会慢慢的就减少了，所有的病痛和忧愁通通的都会消掉。所以念佛有百利而无一害，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我们一起精进的念佛，希望有一天我们都能西方极乐世界见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恩大家的收看，看后请转发弘扬法布施，让更多的人学习佛法，深信因果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南无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四十八愿。